身为运动健将，陈安立收藏过百对波鞋，呢日佢嚟到一间波鞋护理店，大感兴趣，仲尝试点样清理波鞋。Brian 最近同女神苏浩儿一齐拍摄 MV，MV 中仲挑战一项新运动，就系剑道啊。入边咧，我系一个好识得日本剑道嘅男仔，咁特别都揾咗一啲港队嘅日本剑道嘅队员啦，一啲老师啦去练，我谂练咗都三四堂我哋，跟住去拍咯。其中一场众人到男生围拍摄 ，Brian 仲俾黄蜂针啊！突然之间我 feel 到个头系好痛咯，剧痛咯，跟住我痛到直情系要抌低把剑，即刻踎低。咁原来后屘佢哋发现咧系即刻发现系头顶咧，我哋有一个好大嘅黄蜂窦咯，有十几只黄蜂喺度，咁我就俾个黄蜂针咗个头皮一下。同场的李超南最近不惜战资六位数举办模特儿比赛，仲请嚟各个范畴的顶级人物担任评审。其中一位评审就是刘天南姐姐啦。咁我当初打俾佢的时候系战战兢兢，因为我不知道佢会唔会即系应承啦。始终因为有疫情的关系啦，咁好彩即系十分钟内咧，呢个电话已经是很顺利咁样邀请到刘天娜姐姐就为我们去做一个评审。